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今天很高兴请到 HQ 英雄联盟战队的超人气选手绿茶来为我们介绍那个英雄联盟游戏。好，欢迎绿茶。Hello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英雄联盟里面的很多角色，那我们今天呢要选什么角色呢？安妮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啊，还有一些 support 的技巧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我们今天选的是安妮。安妮的符文，因为他是一只魔攻吃人，那个伤害还蛮高的角色，所以他要带大颗、三颗是带魔攻。然后下路因为他是support，所以要帮忙 AD 去点人，所以要带双穿。然后黄色跟蓝色就带物防跟魔防。OK， 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初期的装备吗？还有天赋，天赋就点一十三十六，这很多support都这样点。有防御，有跳前，还有回魔跟眼睛这样子。哇 ，OK， 然后就进行这场游戏了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 support 安妮要买一根红眼、三根绿眼或四根绿眼，然后红水买多一点，这样比较可以撑线。那你会帮我点哪一招？会先点 W， 因为他这招可以直接不用放人就可以直接放，这样可以一开始就击晕。安妮的被动是放四招就可以有一招晕，一招可以拿来杀人。这一边跟这边对面江沟就不能来电了，位置都会被看到。这边也要。这边是之后线上再查的。安妮的对线就是他的射程有625，他可以是点人，然后对面点不到人，这样。晕他。然后你身上有晕的时候，你不要放，对面就很怕你，你就一直普攻他就好。不能晕他吗？可以晕啊，找能杀的时候再晕，不然一开始晕要积很久。
有机会杀人的时候再放你。这是普攻他们右键，因为一开始带双穿骨所以很痛。回到位上。这时候就可以继续集 Q， 只要打死小兵的话不会花魔，就会偷减 A D 几只小兵。哎，那一种。这样的。这时候就回家买个装备。为什么要这时候回家买？因为对面是殿堂。怎么不回家呢？可以帮，是帮 AD 把线推过去之后再，这样 AD 比较安全。support 安妮可以回家看要买眼石还是跳钱，买眼石的话就不用买太多眼，买跳钱的话是要买比较多眼，所以我们可以买跳钱，然后买个三根眼，买一些水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可以顺便集晕。对啊，先要去查眼。正常来说，中路这时候就会自己查眼，然后我们自己只要补上这一根就好了。然后对线的时候，对面草也插一根，这样对面降国也很难变。都不跑的，跑掉。哇，这个电脑太白痴了。跟他回刀，回刀，被抢走。又跑掉了。然后安妮，尽量是第二招先点满之后再 Q 再满。
局六等的时候就会有大局。快点六等。哦，六等的时候他大局是一只熊，会放尾鱼，因为他被动，集四招就会被晕，这时候就被杀了。砸。耶！被尾刀了。闪现啊！我怕他跳走，就他没有跳。安妮这时候推完塔就会要回家了，回家再买钟。这时候你可以买眼石，也可以再买一个跳绳，但是我会买跳绳。鞋子再买一身衣服。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别路？安妮，你下路突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别路帮忙。现在吗？现在可以去推下路，也可以去走别路帮忙，推下路比较快。脚下路推完的话，眼睛要插这里比较安全。啊！遇到人，杀他！杀他！啊！他跳走。八等时候就可以点第三招护盾，这招花魔很少，又可以拿来击晕，那你啥都还蛮好用。开始一直杀人。的话就不用一直马眼就可以插眼，然后回家的时候可以顺便开第二招跟第三招击晕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去中路看能不能帮他推塔。打破了网络。啊，差一点点。血要回家，然后这时候安妮的装备就可以随便买了，看你要买大岩石还是撑的魔弓这样，然后可以买个红宝石放着。急晕。对，回家就安妮最好就是每次回家急晕，这里红色代表晕机好。不能去吃野怪吗？
撒泼很难吃耶，关于他没有浆果的道具，会吃很慢。推完就可以回家了。那现在要买什么装备？So, 假如你觉得你可以，因为安妮很痛，你觉得你要把对面杀爆的话，你可以买一个面具，书法穿装，然后还有钱就可以把后那个眼合上去。他那个眼是？就是可以在场上插三根眼架。推到对面珠宝家前面。你可以买这个 support 的话，就是尽量是它就是要它的范围里，所以让闪现吸力比较快。然后红眼可以卖掉，然后看你要买什么装，你可以买一个针织割下去去拆眼，然后其他装就随便买，然后出。就是针织、哦，对，它可以把人家的眼睛拆掉，让人家没有视野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为什么要吃它？因为我要灰魔，有这个蓝可以让。魔力会很快。
我们后面。刚刚有。是吗？没看到。后面。快快尾巴。再见了，胖鸟。耶、yeah ！再一只，再一只。耶！双杀。三杀，三杀。啊！被抢走。他说法穿装会很痛。对面是电脑不会插眼，他看到我就吓到。结束。这个游戏只要等这个主把推掉就会结束比赛。太强了！耶耶 ！Victory！ 为什么不选我？为什么不选我？你为什么不选我？绿茶，你怎么不选我？ねえ、なんで私を選んでくれないの？对啊，绿茶，为什么不选他们呢？我就知道你是个小萝莉控。是的，在这个情况的这个气氛下呢，我们要结束我们的游戏教学啦。感谢 HQ 的英雄联盟战队，还有绿茶，还有 Gill， 还有两位漂亮的 cosplay 小姐 ，Lucky 还有小竹来为我们带来这个影片啦。好啦，那大家对我们 Tag Room 呢，还有我们影片有什么想法呢？请大家在下方呢多留言，让我们知道了。以及我们影片下方呢有连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Google Plus， 还有 Tag Room 网站，请记得哦，不要忘记去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是凯文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